我们可以看到免费的节点呢可以直接跑到70000多 KBS， 也是非常不错啊，但是毕竟是免费资源啊，建议小伙伴作为这个防失联备用就行了啊。一旦使用的人数一多呢，它肯定会变得比较慢的，而且呢流量一旦用完它肯定就失效了。哇，现在是90000多K， 有需要的小伙伴就千万不要错过了。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吃辣条的小强。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不知不觉2024已经到了这个四月了。今天我们又来跟小伙伴分享本月的优质免费节点。这个免费节点呢，我们每天都会更新的，但是由于是这个敏感资源，所以说呢设置了这个解压码。解压码呢，在我们的视频中会有这个语音提示，请小伙伴耐心观看，不要快进。这个解压码呢，我们基本上每更新一次这个免费节点分享视频呢会更改一次，基本上呢也就一个月会改一次，所以说小伙伴只要看一次视频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解压码了啊。这个解压码呢基本上可以使用一个月的，如果小伙伴不想看的话呢，可以把视频放到后台继续播放啊，支持一下我们的完播率，感谢小伙伴的支持。好，下面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实操。小伙伴输入解压码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文件啊，有这个订阅连接，也有这个节点。本期呢我们就以这个 V2VN 作为这个演示的方向软件，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复制我们的全部节点进行这个导入，也可以直接复制我们的订阅连接进行这个导入。这个订阅连接呢也支持多种的方向软件，像我们的 V2V 啊还有我们 Symbols 还有 Clutch 都是支持的啊。我们就以这个V2V 作为这个演示啊，我们打开我们的方向软件，然后呢我们随便新建一个分组，然后呢随便命名啊，我们就四月吧。然后呢在这里可以粘贴我们的订阅连接，我们就直接复制我们的全部节点进行导入就可以了。全部选择之后呢直接确定，新建了这一个空的啊，然后直接点击服务器从剪切榜批量导入，这样呢就可以导入我们的节点。第二种方法呢同样也是可以的，我们同样新建一个分组啊，然后呢可以直接复制我们的订阅连接，然后粘贴上去，然后确定，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分组，然后点击订阅分组，然后更新订阅。要忘更新订阅呢一定要选择这个通过代理，当然如果不通过代理可以更新成功，你就不用选择通过代理啊，这两种方法就可以成功导入我们的节点了啊。总共有40个这个节点，导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节哀全选，然后右键测试这个速度，但是呢为了节省小伙伴的时间，我们就测试延迟啊会比较快。好，非常快啊，部分的节点呢会出现这个负一，但也就是说当前是不能正常使用的，但是没关系啊，毕竟是免费资源呢，所以说呢建议小伙伴作为这个备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毕竟免费资源不建议作为这个主力使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延迟较低的节点，我们可以双击这个延迟，这样呢它就会按照测试结果进行这个排序。好，我们选择延迟最低，是这个活动服务器，然后呢点击我们的方向软件右击，右击之后呢一定要开启这个自动代理，然后选择绕过代理或者全局都是可以的啊。黑名单呢你要自己设置会比较麻烦，所以新手小白建议选择绕过代理或者全局就可以了。全局呢也就是说所有的流量都是走方墙的啊，绕过代理呢也就部分的网站会走这个方墙流量，小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视频，我们点击播放列表，
们找到这个部落。我们可以看到播放非常的快啊，我们来右键，然后看一下尝试，可以看到免费的节点呢直接20000多KB 啊，也是非常不错啊，可以说呢比付费的节点还好啊，而且默认就直接 4K 了，非常的不错啊。作为这个房丝连备用呢是绰绰有余啊，好像是30000多K啊，而且呢提供的节点也是非常多的。小曼如果不能使用了，那你就换其他节点，这个节点非常多，我们可以换其他节点视作活动服务器。然后同样打开，我们刷新一下。注意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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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密码。同样打开 4K 视频也是非常快啊。下面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测速一下，这是第一个测速网站啊，我们测速的结果呢基本上是可以跑满宽带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测速网站，同样啊也是接近跑满这个宽带的啊，总体来说都是可以跑满宽带的，都是140兆到150兆左右的速度，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毕竟是免费的资源啊。小伙伴一定要记住啊，免费资源呢不建议作为这个主力使用，因为呢使用的人数一多它肯定会卡顿，或者流量用完了它就会失效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了，我会把本期相关资源呢放到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简介区或者评论区顶着，小伙伴点击就可以进行这个下载了。好了，我们本期的免费节点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小伙伴如果还遇到其他问题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呢，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我看到的话呢都会一一进行这个回复的，感谢小伙伴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Time in my mind, makes me live in my mind, makes me live in my mind, ain't nobody perfect.